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山林。那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讲解一下李白的吉他弹唱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曲的一个节奏型。其实呢，可能用到了一些指弹的一些技巧，大家呢可能需要掌握一下，就是用我们学会用我们的中指和无名指呢去打弦，同时呢还需要用小指去打我们的板。你可以用你的左手呢捂住你的琴弦，然后右手呢去打响我们的一个面板，这是一个同步进行的一个动作。好，然后用我们的指甲盖就行，你不用用我们的指甲肉去打，那样子就可能容易伤到我们的手指。好，大家可以试一下，当你能比较轻松的做完这个动作，并且能够打出这样的声音，好，然后就再加上食指一个往回一个勾的动作。当你这样子能够比较熟练以后呢，好，然后就可以来进行我们一个主歌的一个学习了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看到我们一个前奏。前奏呢，大家需要先按到一个我们的 G major 七和弦。这首歌曲呢是一个D调的歌曲啊，用D调来编配的。好，那我是女孩子呢，我需要加到四品或三品，你们呢男孩子呢不需要加变调夹，但是你在学习的时候呢可以和我一样。好，
我们来先试一下我们的前奏的一个节奏型。好，我们第一个呢是一个爬音，一个八分，然后呢就是第二拍呢，前半拍就是一个打弦啊，就是我们刚才这个动作，打完之后呢弹响六弦，第三拍也是一个六弦，然后再往下呢是一个第四拍是个打弦，然后一个往回扫。好，这个节奏型呢就是就是这样子的。那我们整个前奏部分加上我们的主歌部分呢，都是运用了这一个节奏型，所以你们只需要把这个节奏型掌握好，练习熟练呢，你就可以来学习这首歌曲。其他的就是和弦的一个变化，所以节奏是第一位的。其实呢就是两个和弦的一个来回的一个转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可以给大家慢速来示范一下我们的一个歌词。好，大部分人让我学习去看世俗的眼光，我认真学习了世俗眼光，世俗到天亮。好，那么后面呢也就是一样的，它的歌词呢变化了而已。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前奏和主歌部分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我们的一个副歌的一个节奏型的练习。副歌的节奏型呢，大家需要用我们的左手捂住琴弦，然后右手呢来跟我做一个动作，就是用我们的这个大鱼际的这个部位敲击面板，同时用我们的中指无名指打击琴弦，同步进行。敲击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力度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，然后往回扫，然后呢还有一个动作去用这两个手指打我们下侧的面板。好，那么这个练习好以后呢，我们来做一个节奏型的练习，也就是我们这首歌曲的一个副歌的一个节奏型的练习。动词好，你只要把这个节奏型练习会了的话，那么整首歌的副歌部分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好，我们再来示范一下。动词大动动词大词动词大动动词大词。好，也就是下上打，然后下下，然后就上，然后就打上，然后慢一点。动词好，这个节奏型练好了呢，我们可以一块来尝试一下。好，要是能重来，我要选李白，后几百年前做的好坏，被那么多人赞。要是能重来，好，这个地方呢，就是一个哑音技巧，也就是，当我们打下去的时候呢，我们左手需要松开，然后当我们回来的时候呢，把琴弦按紧。它就会出来一个哑音的效果。好，那么这就是一个副歌部分的一个节奏性啊，大家先把这些节奏型练好就会很简单。接下来又是回到了我们的一个主歌部分，也就是刚才的那一个节奏型，其余的就是一个和弦的一个变化。那我需要再给大家讲一下的就是我们一个间奏呢，就是我们需要有哑音的效果。好，哑音的时候呢也是捂住我们的琴弦。好，这个呢大家都练习一下就可以。然后还有一个推弦的一个动作，推弦，然后呢在这儿我们还有一个滑弦。好，也是一个捂住琴弦。好，然后这个地方一个滑弦。好，
这个地方大家就注意一下，就是我们的一个推弦，然后一个哑音，然后这个地方大家你可以滑下去，也可以不用，看你自己吧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后面呢又是回到了我们的刚才一个副歌的一个节奏型，动词大的这个动词大，动动词大词。好，那么再往后呢，就是我们的最后一个结尾。结尾的时候呢，就是我们的一个又是回到了一个前奏的一个节奏。本来记得我你就在离开时的模仿，再往后的时候呢，你用一个往回的一个拨弦就可以结束，这个很随意。所以呢，今天我先暂时给大家讲解一下几个指型啊，就是几个节奏型，你需要呢先把这些练习熟练之后，然后再来看我下面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教学视频。所以这个呢是基本功，希望大家呢先按照我视频中讲解的练习来练习一下。好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先讲解到这里。那么这首歌曲的曲谱呢，我会发到新浪微博以及我的微信公众平台，到时候大家呢需要你就可以去关注一下。好，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选李白，几百年前做的。